材料清单：鲜香菇、鲜香仁、马蹄、胡萝卜、葱姜水、黄酒、盐、白糖、白胡椒粉、水淀粉。鲜香菇洗净，擦干水分后，去地成小碗托状备用。备馅：鲜香包各调出虾馅，洗净控干水分备用。用刀背碾压后，再剁碎。胡萝卜切小碎粒，马蹄洗净去皮切小碎粒。刚才切下来的香菇地取一两个，也切小碎粒。调馅：虾泥放碗中，加入黄酒、盐、白糖一点点提鲜，但不能吃出甜味。白胡椒粉、葱姜水一点点搅打均匀，再加入胡萝卜碎、香菇地碎、马蹄碎搅打上劲。把调好的馅嵌入香菇内，冰制，入蒸锅，备水上锅，大火六分钟，取出盘子，里面有许多蒸出来的汤汁，把汤汁倒入炒锅里，加热，尝一下味道，加入少许的盐调味，再加入水淀粉勾薄芡，把芡汁淋在蒸好的虾仁酿香菇上，撒上少许的小香葱碎即可。小贴士：馅中的马蹄必须加没油的话，可用锁丁碎代替马蹄碎，是为了提升口感。胡萝卜碎是为了颜色更加好看。